欢迎再次收看《玫瑰约会》。银河上的星星每天都在演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可当他们卸了妆离开了镜头，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面，他们个个有着自己不同的故事。今天晚上我的客人，他本身的故事比他以往所演的任何一个角色更引人入胜。林翠小姐一直是我最推崇的五六十年代的演员，她的演绎方式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觉老旧。我非常期盼那次的访谈，为了希望了解她更多，我跟山河喝了一个晚上的咖啡。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她对第一次见面的我说，今天晚上我什么都可以谈， Just for you。 我想大概是缘分吧，她真的谈了很多，毫无隐瞒，没有保留。我看到了一个至情至性的女人及动人的一面。第一段婚姻当时我觉得是真爱，那个时候开头也许好像老师学生，后期我真的是怎么讲啊，老土啊，堕入爱河不可自拔了。可是就这么样就维持了很久，也开心了很久，七年以后才结婚。我算是被爱过，我也爱过人。曾经被爱过，也曾经爱过人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上天似乎特别厚待林翠姐，在她的一生当中，她得到很多的爱情。第一段爱情故事已成过去，我们来听听第二段爱情故事。对于你曾经爱过也曾经深爱过你的人，他现在离开了，心里头有怎么样的感觉？基本上很特然了，爱过的人也爱过我的人，一下听到这个消息，当时不太相信，很难过。说起你们的爱情，发生在什么时候？1966、1967。怎么会相爱的呢？这个很奇妙，这个感觉来了也就来了。当时在玩在一起，一大堆人疯疯癫癫呢，聚餐啦，圣诞节布置家里，就不要买普通的树啦，帮他去郊区去砍那种就是活的那种树啦。然后突然之间，他那个时候大概不是提往事啊，这那个时候大概家庭生活大概不是很愉快了。慢慢慢慢在一起，大家就聊起来了。本来从普通的朋友就聊到这方面，这样就开始。林姐在离开我们以前，她依然是很迷人的。我相信在你们相爱的时候，她的风采更是不可方物。她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？当时她的个性非常开朗，像男孩子个性比较，我喜欢那种个性开朗的人。这样就大家都吸引到一起了。一年多以前，我有机会跟林姐做过一个访谈，她也曾经提过你。你想不想知道她是怎么说的？她怎么说？那王宇就说，她比我小很多，她比我小7岁。那我说，我是你姐姐吗？他说不行啊，我一定，我除了你，我不要别人。我说不可以，我说我们姐弟就好了，我永远照顾你。就我还记得我们拍戏，那个化妆间有个窗户蛮高的，就说普通人都不可能爬上去。那我在那边化妆嘛，怎么忽然？老师上面有个影子，清灵哐啷，我一看原来是他，那是他好，你好了好了。然后我进棚了，进棚，怎么一个人又忽悠翻个跟斗？谁呀？又是他，就反正就是，
哎，怎么讲呢？生活里都充满了很大大小小的惊喜，很不适合的，我不应该，不可能嫁给他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然后我就到英国去了。后来我们有他有信给我，那我也曾经跟他讲，那你不能到英国来，因为我需要清静嘛。他说好，我担保你，我一个月我怎么都不来的。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的第一天他就来了。来了以后我妹妹，你还记得那些细节吗？太遥远了，太遥远了。不过那个时候我精力过剩了，没事后摄影棚里面翻上翻下是一直都有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还曾经召开过一场记者招待会。当时我们俩在一起跟他的离婚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并不是因为我的加入而导致他们的婚姻破裂。像你刚刚也看到了，他已经讲过夫妻的生活啦、赌钱啦。当然招待会上很多记者问很多尖锐的问题，那我这个人个性也是这样子，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就这样子。当时怎么讲，第二天看了报纸就觉得很傻，就不应该招待记者的这种事情。可是当时你们是真的是相爱的。当时是。现在林姐离开了，我想她心里头很牵挂的可能会是跟你的三位小孩子，三位千金。我想小孩都四个啊，包括陈山河啊，小孩都大了嘛，都独立了嘛。那我想陈山河很独立了，那我三个女儿，因为我是用怎么讲老实的教育方式，很老派的，那我觉得她也应该很安心的。其实你们两位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有没有相同或者是分歧的地方？基本上没有。小时候他比较疼小孩，我就比较管，我也是疼，但是我会管。他基本上就是小孩子像美国式的那种教育方式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觉得是不可以。虽然那么小，可以的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所以我想后来我们离开以后，他也很放心的，晓得我三个小孩交给我，我的教育方式会相当好。他三个小孩就交给我。你觉得林姐希望他在别人的心目中，他希望留给别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？她是基本上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子啊，她也很坚强，任何事情她拿得起放得下，她很有决断心。那么笑起来也是大笑了啊，讲话声音也很大。那么基本上留给我的印象，因为太遥远了，我们分开已经20多年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那天我赶到医院去，他们问我要不要看看仪容，我说我不要看，那我想我看了啊会难过，我还是记得以前的比较好。我想在我们心里头的林翠小姐，她永远像我们今天在教堂看到的照片那样的明艳开朗有信心。